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Long Lee， OK 我的年龄呢不可以跟你们讲了， OK。 然后我昨天九号我去做那份工，真的不适合我啦，因为他没有包吃， OK， 他没有包吃， OK。因为我本来是要做一个月先的 ，OK， 一个月才看你的工钱怎样，才给你做下给你走了呢，还是给你做下去的？我已经一天半，我已经不可以顶了，因为我身上没有钱，知道吗？因为他要我用我自己的钱去买东西吃，知道吗？然后这个是跟穿。Sir Kin Chan Fresh Mart on， 他没有包吃 ，OK， 他只是有包休息 ，OK， 休息就是去吃东西这样子的意思啦。然后然后我就讲不要做了啦，这份工我真的不可能做下去了，因为他要我做一个月。然后我跟他讲一个月不可以，我跟他讲不可以。我写的那张纸呢，他们那边要写了才给你知道几时做工嘛，几时什么嘛，几时开工。我是选择是full-time4000块，但是我的自己的budget呢是1800。我现在找了两个工作，是韦德是通常，一个是九龙呢，就是下午4点做到晚上10点，就六个小时8块钱 ，OK。然后还有一个 Jordan Hong Kong。restaurant 的嘞，那个是七个小时，你在那边做，3点开始到10点，所以他会给的工钱呢就七块半而已，这样子了。我觉得 Jordan 那边呢，我要跟他 cancel。我也不会再去那边做了啦，因为那边也是做维德嘛。维德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讲，这边呢，他讲 Jordan 是老板的啦 ，Jordan Hong Kong Restaurant， 他讲这边的工呢是非常有压力，重东西啊，搬东西啊，臭啊。洗臭啊，丢垃圾啊，扫地抹地啊，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是不会做那个啦，因为是7个小时，因为我做九楼六个小时就放了，这样子 ，OK。所以你们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看到没有小叮当？然后我明天去学车，去考车，去考文档，我觉得是要 pass 啦 ，OK。因为这几天没有读那本书，因为不得空 ，OK， 所以谢谢。